经老了，跟你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希望在你的音乐的道路上要不断的充实继续迈进，所以你就必须要更努力更努力。也特别感谢所有支持他的粉丝们，有大家的支持才有他的今天。我的两个宝贝女儿，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呢除了工作很顺利很圆满，还有人生呢最重要最重要的找到一个很爱你们的很疼惜你们的另一半，真的你们一定要幸福，妈妈才可以真正的放心。当妹妹娟宁出生时，医生把她抱到了怀里，她那舞动着半透明的手脚，被挤压的又扁又长的一张小脸，皱在一起的五官，全都不是我祈祷中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抱得更紧，护着她，有如护着手掌心的灿灿雏鸟。窗外雪花飘飘落下，无声却好美呀。